大家好，我是贵州百灵车队的，我叫宋宏伟。这次比赛呢有两种路面供我们车手比赛，一种是水泥路，另外一种是柏油路。因为这个两条道路的路面情况差别很大，对轮胎的选择还有悬挂的调校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们会克服这样的困难，争取的话在这个地方拿到个好成绩，争取拿到年度总冠军。大家好，我是 Wallet China 的维修人员余家俊。现在国内跑紧的呢，一般来讲都是叫 N4 组，在英文来讲就叫 Production Car 原装车组别，它的改装范围呢就比较窄一点， engine 呢就一定是原装 engine 的。波箱的话呢，它就毫无路基了只架波箱，即是俗称的 long box， 而避震机啊、电脑啊那些都可以改，但是要用原装的位置。冷却咧对呢啲非普车咧嘅影响就好大，特别系今日去到38度，因为呢啲 N 四组咧就唔可以换任何嘅水箱啊、水烟啊、水胆，全部都要原装嘅。嗱，就算去到车保嘅 intercooler 都系原装嘅，就算连底油冷却咧都唔能够改嘅。所以我哋提供咗呢个多体嘅水箱水啦，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好稳定嘅温度。